来看一下哦，有买过吗？这是日本面粉低糖低卡路里的、哦、我们家鸡蛋糕是可以放到隔天常温放着，那个套餐是最多人买的，100块钱可以选三种，各九，总共有9颗，再多送你2颗原味的。这个黑糖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的，对，这黑糖麻吉、白玉麻吉，这所有的料都是我们自己纯手工做的，就全部都是日本学回来的，跟外面都会不一样。这三的作用是把温度降低，不要让烤盆超过200度以上，那烤出来的颜色会漂亮，然后外皮就会脆，然后里面会湿嫩，这是小诀窍。白玉麻吉，对，白玉两个不同的。白玉是什么做的？日式麻吉，它是属于微甜，然后黑糖麻吉，它的甜度是正糖，然后那是多了黑糖香。这两个品相很多女孩子都非常喜欢。那起司自己做的、啊？对，起司是从日本学回来的，道道地地的，这个都是我自己切的。哇，你是太费工的吧？对啊，就所以很多消费者都说我们家起司第一名，所以我起司有拍照片给大家看。很多切很大个给客人，他也可以做拉丝的动作，跟外面市面上会不一样。4到5分钟，这个你们家面粉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我们家面粉就是日本面粉，跟市面上的台制面粉不一样，然后是强调低糖低卡路里的，而且我们家的鸡蛋糕是可以放到隔天，不用放冰箱，也不用做加烤，然后口味是不会变的。如果说我放到隔天想要热热的吃，可以怎么做呢？热热的吃的话，如果你有烤箱的话，就小火，然后烤10秒，然后一般有。那个微波炉的话一样是小火10秒就好，因为我们家的面粉中间的话是属于湿嫩的，吃起来喉咙不会觉得很干，如果你烤得太过头的话，它会变成比较干燥。